平川说论镜，天天聊魔兽。大家好，我是平川，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FKK 的非主流对抗。那本场对抗时间比较的长啊，对手的心态也是起伏不定，那希望大家喜欢。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啊，地图选择的是 EI 回音岛，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人族 ID 叫 FQQ 大 Q 神。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边一名红色的兽族，哎，这个 ID 非常的有文化啊，乘风劲拓啊，最后一个字是一个木一个翅，念拓啊，这个拓啊就是古代啊这个打更的那个梆子是吧，乘风劲拓的意思就是边疆无战事，这个环境还是不错。好，本场对抗啊，兽族好像是一个文化人，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兽族这边首发的是剑圣，好的，剑圣的观赏性也是很不错啊。好，我们看一下 FKQ 这一边，大 Q 神首发的是先造兵营后造祭塔，他还是选择中立开的打法。那用中立开去打兽族，看看会选择什么英雄啊。一般的话是吧，他打兽族啊喜欢用大法师啊或者是血法师之类的，那这一局他会选择哪一个英雄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前期的话双方互相侦查一下，小苦工一看对方怎么还不练这个333啊，你不练我剑圣就过来收割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一边步兵过来确认一下啊，看见的首发英雄居然不是先知啊，这边是剑圣啊，这一局有意思了。好，我们看一下 FKK 看见了对方的首发英雄，那接下来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英雄了，接下来会选哪个英雄啊，兽王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但如果对方出先知的话加上猎头，那人族最好是出个熊猫各种喷喷喷。我们看一下 FKK 会选择哪个英雄，这边的话选择的是黑暗游侠，那出这个英雄啊就是为了到六级是吧，六级之后啊相当好玩啊，可以把对方的兵变成自己的兵，你甚至可以把对方的农民召唤过来了，自己造一个兽族的基地出兽族英雄。好，我们看一下啊，剑圣上来打了个贵族头环，这边再买一个，这个节奏还是不错啊，双头环开局剑圣还是比较的生猛。这边小黑啊，一技能的话升个骷髅，骷髅剑后面找小点练啊，越练越掉骷髅。那剑圣呢依然还是打保留啊，把所有是吧掉怪的宝啊全部打掉。我们看一下这里能掉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大忌疯狂的侦查，剑圣开个加速啊，因为格子满了所以把加速给直接用掉。哇，又一个贵族头环，打两个买了一个三贵族头环，前期剑圣这个数据有点猛啊，小黑的话要小心一点，这个要是被剑圣给逮住啊，你可能就跑不了了。好，看一下啊，这边 FKQ 还在出步兵，哎呦，这个大技练级有点骚啊，居然直接练这个大点了。好，上来把这个补给便捷巫师处理一下，刚好 FKQ 民兵敲出来，哎呦，这一波练级被抓，兽族有点难受。我们看一下啊，幸好啊，这个五级怪还是被剑圣给拿掉，打了一个蓝牌 ，nice， 剑圣一刀，再把一个残血的步兵给收割掉。开局的话，剑圣玩的还是比较的开心。这里小黑也是到了二级，那二级小黑啊升的是沉默，没有升的是抽血啊，其实抽水这个技能啊也是很好玩啊，这里直接沉默一下，不过沉默时间很有限，时间一到疾风步还是能开出来的。哎，又来了一发沉默吗，哎呦，差一点剑圣就秒掉了，剑圣一丝血拉开来。那这边的话 FKQ 练完这个雇佣兵马上练分矿，剑圣现在没有状态啊，贴个药膏看一下要不要再过来杀回来啊，现在黑暗游侠二级半，练完这里的话离三级也是越来越近。科技情况的话，我们看一下人族是没有升本的，兽族二本升了一半，剑圣依然去看看这里能买一个鞋吗，哇，这个剑圣这个格子确实太有限了啊，开局三公爪一个鞋啊，过来继续抓练级，小黑赶紧练，身上没有粉，幸好剑圣稍微晚了一点点，剑圣现在三头环输出很猛，看谁黄皮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很安全啊，往里面龟缩了一下，但是剑圣还是盯上你了，哎呦，一刀74再来一刀解决，三个步兵说实话也很危险，看一下剑圣啊，还是挑软柿子来捏，哇，两个跳劈，剑圣这一波又杀了一个步兵，这一波剑圣很舒服啊，黑暗游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再不过来就全部要被剑圣给收割掉了，这一波剑圣大赚特赚，民兵敲出来，剑圣有些跑得相当的快啊，开局 FKQ 并不是很顺，居然被对方的剑圣给秀了一波。好，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话，大姐依然在侦查， FKQ 两个骷髅也是在侦查，剑圣疾风步一开配合这个血跑的是相当的快啊，
暂时是拿剑圣没什么好办法了。我们看一下 FKQ， 前期的话是为了开分矿，所以暂时还没有升本啊。开局的话 FKQ 打的确实不是很舒服啊。来看一下剑圣接下来怎么玩啊。剑圣这个宝物确实 nice， 哎，看见剑圣哈，剑圣的话走位很小心，往家里跑，没有往这边走，否则往这边走可能药膏又打断。哎，小黑是不是有点冲动？他想钻进去打断药膏啊，这里卡位卡住，兽族细节还是很细的啊。看一下这一波 FKQ 的话，好，看见对方这个剑圣输出有点生猛，所以呢还是先造塔再开矿，这上来裸矿的话很可能就成为经验值了。哎呀，这个位置照的也是太差了吧，你这个基地在外面，塔在里面，很危险。对方的话后面出点什么车子啊，很好，狼骑也很好。 FKQ 的话这一局还是想到六级啊。那目前剑圣这个装备有点好，小黑的话练级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啊。好，我们看一下剑圣这一边二本已经升好了啊，二发了一个小歪，小歪一出来这边升个妖术，黑暗游侠更加的危险了。剑圣这里哎没有练，他想去抓对方，有想法。黑暗游侠好，终于可以把这个小点练掉，练完直接到三。这里兽族过来练一下中间的商店，所以练级还是练级还是得就尽量把靠外的点给练掉，最后练自己旁边的点。剑圣练完这一波也是到三级了，看一下小黑啊，小黑再把自己旁边点练完。一般强势的一方都是把外面的点甚至别人得给练掉，那弱势的一方只能龟缩在家里旁边慢慢练。没办法，这一局的话剑圣太嚣张了，小黑不太敢外出，这出远门很可能就回不了家。看一下三级的小鱼人处理掉，打了个攻速手套，这里打一个怪掉一个骷髅， nice。 分矿四根塔不是很多，主矿的话看一下好 FKQ 资源差不多够了，可以升本了。这科技再不升的话，后面兽族三本你可能还是二本。我们看一下兽族没有就升三本，还是二本。这边双线练一下小歪啊，剑圣例行侦查一下，看看对方在干啥。小歪这边的话练，小黑的话到三级。剑圣一看地方没有升本，难道想在分矿升吗？也并没有啊。FKQ 现在500多块钱存款，1000多木头啊，没有花钱啊，终于是升本了，哎，太不容易了。五个铁匠铺，后面的话看看要不要什么出点什么火枪之类的。好，这里继续练剑圣，暂时没有抓到。看一下这里七级的乌龟能掉一个什么好的装备，两个攻速手套啊，小黑的话攻击速度还是比较的快。目前三级二级骷髅，二级骷髅承受了很多的一个伤害。这里剑圣好，单独过来练，练完这个点的话直接开分矿。兽族这个节奏还是很不错啊，从前期的话是吧，采购道具，然后追杀 shift 追杀小黑。这里又来一个攻击之爪，剑圣练完这里直接把这个恢复钥匙吃掉，然后攻爪拿起来。开局这个剑圣确实神抓，只是由于这个地图的话没有葵靴，有点难受。好，剑圣练完恢复钥匙吃掉，吃掉吃掉吃掉，然后再把这个攻爪拿起来。小歪哇，这里又打了一个大蓝，兽族这个节奏相当舒服啊，点几乎都不是被兽族给拿掉的，然后还开矿是吧。家里呢补了一个战争模仿，那估计是要打后期了，战争模仿补一个，后面家里呢是吧出个科多啊，升个城防。小歪三级，剑圣也三级，这边小黑一个人练，终于练到四了，哎，太不容易。这边兽族是不是要过来练这个点了，双方要正式相遇了。小黑暂时的话还是有回城的啊，来了来了。狼骑一看什么情况啊，你竟然偷练我的点。小黑一看形势不对，赶紧跑啊，兄弟们大哥先走了啊，你们自求多福啊。那这里的话步兵啊全部干掉，骷髅的话直接驱散，这里还很出了白牛。剑圣没有发现小黑吗？小黑的话也买了个鞋跑得快啊，这个大哥啊有点不靠谱是吧。好，我们看一下兽族狼骑出来，把这边的兵全部处理掉，分矿再开。那人族也是侦查到了，那 FKQ 的话一看啊形势有点不对劲，家里呢疯狂的补塔，这里民兵一敲啊，这个点已经练完了呀。那这个点还有两三个小怪，现在这一局 FKQ 有点难。本来出这个英雄啊就是想玩到六级是吧，就是打到五级之后打几波团战，但这一局的话由于剑圣前期太强势，导致外面的点大部分都被兽族给拿掉。现在兽族马上要双四了，剑圣双弓爪，我还有个加九的弓爪，三头环，
这个输出非常的炸裂，小歪率先到四级，剑圣也是即将到四啊，这里被敏收吃掉，还有一个水晶球撒一下粉，好，这里小黑步步为营啊，过来把对方的小点给偷掉，兽族分块马上开好，嗯，炸裂还是要升300，毕竟是打大后期啊，好，城防也升好。那一般的话，人族家里疯狂补塔，就想打大后期是吧？施救龙鹰啊，给你来个三攻三防。那兽族这里的话，家里城防要升好，后面的话就出自爆了，双方应对。好，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话，小歪好买了一个回城，很贴心啊，买了一个回城，过来尝试拆一波。不过 FKQ 这个建筑学补得很不错，刚才基地确实有点靠外啊，这边用房子把基地给围住。看一下这里，哎，小黑居然趁乱当中继续偷练点。兽族的话，这一波想进攻啊，发现对方也不在家，好，继续拆。这一波的话，看一下三个狼骑，有白牛灵魂链一套非常硬。小歪二级治疗波奶量十足 ，FKQ 赶紧修，这个基地很可能就没了。幸好这里还有一个房子啊，稍微的卡一下对方的位置啊，这里继续拆，小农民去分被狼骑给网住，那这个基地没了呀。上来基地丢了一个。接下来兽子说拆主矿了啊，主矿应该没那么好拆。好，小黑还在吭哧吭哧的练，这边还没有到五级啊，很上贵族头环。这边是不要攻速手套吗？啊，确实攻速手套也藏起来，回头我再来拿是吧？对方可能不知道。好，我们看一下 FKQ 的话，矿还是要放的啊，剑圣卡的位置你放不下。这里小黑过来一看，嗯，点已经练完了，怎么办啊？地图上的点真的没了，真的没了，小黑啊，遗憾没有到五级。哎 ，FKQ 想开，发现开不了。不过 FKQ 存款还是有点多，2000块钱存款啊。剑圣级分布时间有点长，这里的话基地放不下。好，兽族大部队过来了，嗯 ，FKQ 把对方的小农民赶跑，但是兽族大部队回防一波无忧，白牛驱散，小黑要交回城了啊。狼骑有点多，你这边小跑难度有点大。直接交回城，临走之前干对方一个大技吗？很有想法，对方剑圣不在，啊，单传想多了啊，单传直接往打断，好，交个 TB。哇，这个剑圣在这里挺了10000年啊 ！FKQ 醉了呀，伤了呀，这半天分矿放不下，啊，家里已经开始爆兵了啊，出施救。这一局兽族实力还是很不错的啊，两个人纷纷套路，好，剑圣感觉疾风步时间差不多了，往后撤一下，哎。身上没蓝了，好，赶紧可以放基地了。剑圣还在调皮，还在皮，就是不让你放分矿。兽族现在也是1700块钱存款，而且在压50人口。兽族那也是精打细算的一个人。好，开始开了，剑圣要不要多砍一几刀？剑圣这个装备还是很不错的啊，一刀、两刀、三刀，好，这里四个农民在修 A， 这修不回来。不过剑圣啊，率先刚不住了，那输出是够的，但剑圣血量不太行。好，我们看一下兽族现在是小歪大着大部队啊，防一下自己的分矿。那 FKQ 怎么办呢？ FKQ 啊，只能用施救来破局了，两攻一防，攻防提的还是蛮快的啊。现在施救攻防再提，分矿再开，嗯，还是要有分矿，没有分矿的话后面续不了那么多施救。兽族嗯也开始破人口了，发现对方要爆施救，人口一破，哇，见过这么恐怖的吗？四兽然爆自爆啊，就是对付你的施救龙鹰啊。这一局我们看一下谁养谁的猪啊。从开局来看 ，FKQ 首发这个小黑就是想养对方的猪，是吧？小黑到6啊，把对方的农民抓过来啊，造对方的英雄，到时候两个剑圣互砍。但是打着打着 ，FKQ 发现不对啊，对方这个实力好像不差呀，这搞下去可能自己要被对方给养猪了。看一下，看来这名兽族啊，不仅有文化啊，魔兽也打得好，是吧？四兽然，然后家里的话疯狂爆地洞，要爆人口了。FKQ 现在好，施救藏起来。小黑的话，哎，单传出来了啊，单传到了分矿。好，双方的话在静默时期，我们加个速啊，因为本来时间有点长，是吧？好，现在兽族的话在中间商店采购了一波啊，大部队想过来进攻了。我们看一下小地图，大部队想过来进攻。好，然后看一下。这边的话，哎，自爆再找施救，但 FKQ 心机也是多啊，施救特意跑到了分矿。哎呦，两个人斗智斗勇，你看一下这边的自爆来找一下，哎，对方在出空军，空军一般都藏在这里，哇，
可以啦，这个兽族的细节很不错，但是 FK 哥想得更加的远。好，那这里刚好塔覆盖不到，是这边呢是可以拆一拆建筑。虽然是我自爆的输出啊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多呀，数量多。看一下这里还在爆，现在兽族的话81人口啊， FK 哥还在压50人口。好，小黑一个人过来，也不太动。虽然对方输出不太行啊，但你输出也不太高。啊，这里差9点经验值，马上到5级了。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这里还在出自爆。这自爆的话，在找石柩的一个位置啊，找了半天没找着。那应该意识到的话，应该是往分块这边来跑了。小黑过来，摸不到对方，只能啊隔海观望，看一下你们在哪，是吧？能不能过来一下？好，看一下这里自爆，继续找石柩。这一波应该是石柩啊，石柩特意钻到塔里面去了。知道对方往这边来赶，兽族这一波的话，我们看一下剑圣的道具确实很不错。家里呢，好压在80人口以内啊，79人口。这里自爆过来一看，也没有，在塔旁边。LKQ 现在5+50人口啊，在存钱，没有去爆人口啊。对方爆人口的话，后面采矿效率会非常的低。到后面的话，双方这个经济完全就不一样了。好，自爆找了半天，发现LKQ 心机还是多啊。狮鹫藏在塔下面是吧？好，那狮鹫的话无功而返，兽族怎么办？要不要硬刚一波啊？这对方不跟你打，你自己早早就破了人口啊，这个采矿效率是相当的低啊。这边又过来找一波，没找着。小黑继续看着他们，有种你过来。剑圣啊，还在等。那我们再加个速啊，看看怎么破局双方。狮这边的话自爆找了半天没找着啊，应该是要好。我们看一下，开始了啊，兽族的话要开始硬攻了，大部队集结完毕啊。对方不想打是吧？对方关上城门啊，任你怎么骂他，他也不出来，怎么办？啊，只能主动进攻，强攻强攻了。啊，这里看一下，石鹫要不要过来打一打？石鹫还在分矿，兽族的话大部队过来了。这边有白牛灵魂链一套啊，狼骑目前的话零攻零防，拆建筑的速度还是快。哎呦，这边自爆还生好了燃油，燃油一拆你修都修不好。好，外围建筑再拆 ，FKQ 的话没有破人口，还是42人口啊，继续把你外围建筑拆掉。这一局 FKQ 打的是相当的龟啊，这种挂机啊就是不出来。我家的塔啊升个三级的城防。这里好想砍掉这个小黑，狼骑一网，剑圣一剁，狼骑继续网。这边小黑一个人，哇，一人喝退百万雄军是吧？看起来气势很不错啊，其实完全就靠塔。那这一波兽族尝试进攻打了一波，没有打下，怎么办？兽族现在有点着急是吧？我自己早早破了人口，那 FKQ 已经将近5000块钱了。好，兽族直接硬莽了上来，狼骑一网，疯狂的输出。这边撒个粉，看一下，小黑要赶紧敲个 TP。 好，小黑 TP 到了分矿，收足这一波的话幸好是有灵魂链啊，没有灵魂链的话这个部队会死很多很多。好，这边治疗波再拿一口，小黑的话撤退到了分矿。这边要不要爆人口了呀？对方在疯狂的拆，不过 FKQ 相当自信啊，这个城防升到了三级，非常的硬，这个塔还有这个建筑慢慢拆慢慢拆。小歪现在的话身上还有净化药水，继续可以磕啊，奶量十足。现在兽族开始拆塔了，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拆掉。这里没有车子，拆起来确实非常的吃力啊，毕竟剩好了三房，哎呦太硬了。 FKQ 我们看一下，哇，这一点也不冲动啊，就让你拆，这感觉这样会拆掉的呀。我们看一下灵魂链套起来确实很硬，虽然说啊你这个塔很硬，但你的塔数量不多，输出不是很高。对方小歪时不时奶一口，然后这边灵魂链哇，有蝙蝠有灵魂链过来扛一下伤害，然后再拉走，操作很秀啊。终于是来了车子了， FKQ 还是没有爆人口， FKQ 现在是5000块钱存款了，再不爆可能就没了啊。剑圣四级了，好， FKQ 终于开始反打了。狮鹫的话一直在等攻防，三攻三防升好。这边剑圣现在剑圣是四级，小歪的话四级一大半。好 ，FKQ， 先挑软柿子啊，上来先把你的车子给干掉。小黑，五级了，好，开始杀大技。这边自爆过来要爆，把你骗过来啊，塔射一下你的自爆。这里的话 ，FKQ 依然在疯狂操作，好，上来又点掉一个狼骑，打得相当聪明。好，自爆终于是来了，不过三房的狮鹫，这爆不动啊，爆了半天爆掉一个，好，爆掉两个，哇，
太不容易啊，包掉两个施救，对方的话直接从80人口掉到了54，那 FKQ 35人口啊，让对方拆塔拆了半天，反正主矿哎，主矿还要啊，还是补点塔吧。虽然说主矿没什么钱了啊，但是这个三本基地还是要啊，而且一些造兵建筑。看一下 FKQ 现在5000块钱存款差不多啊，收足的话700多 ，FKQ 5000多啊。刚才这个龟缩大法确实用得好啊。好，祭坛放到分矿过去，分矿这边还有6500块钱，收足这边分矿6800。主矿马上踩空啊，双方马上形成单矿打单矿的一个局面。收足，我们看一下这边飞龙没有去升攻防啊，继续过来硬拆，可以的啊，趁胜追击，刚好对方主矿没有什么防守，这一波进攻能力会非常的强势。哎，小黑一个人能扛住吗？这一波啊，星火生好，这边有龙鹰了，网一下对方，自爆又来了，自爆又来了，网不过来。这里的话，女巫还变了一个羊，哎呀。剑圣被沉默，双方的话互换战损，这一波 FKQ 打不过来，赶紧撤到塔下面去，撤到塔自己的话、哦、疯狂的报石救了，开始报石救了，5000块钱立马花了1500啊。这里看一下兽的这个部队补不过来了，刚才没什么存款，现在 FKQ 3000多块钱存款，对方的话40多了，上来喂呦白牛直接 A 掉，这一波兽族打不过了呀，怎么办？ FKQ 现在50人口，你敢信 FKQ 还在压50人口，好，还在压50人口，这里的话继续出南屋星火，加上三房的施救，再加上星火啊，这是硬的不行了、啊、小黑打完这一波即将到6级啊，继续过来给你换战损，上来龙鹰一个网，哎，又一个飞龙经验值吃掉，小黑多少经验值了呀，看一下 5.9 级了，还差26、啊、这里又开始兽族的话又开始四兽然啊，爆这个自爆啊，兽族的话现在存款也多了啊，刚才的话应该是换了一个兵种，这边兽族1700块钱存款，哎哎，双方要开始秀操作了啊，这里的话哎，小歪变你一下，龙鹰数量很多，现在 FKQ 还是50人口，又去4000块钱存款了，一直在压50人口，所以自己的采矿效率是100%的，对方现在又破了50，好吧，这边采矿效率又降低了一点， FKQ 打的就是运营啊，打的就是经济，前期的话是吧，把资源全部用在防守的开分矿上，这个塔的话城防一升啊，你想拆啊，这个耗费的部队也很多啊，剑圣过来确认一下，对方塔不是很多，但是想打下去很难，两个人啊，两军相向啊，开始对骂啊，看一下双方不动啊，就这里，好，我看一下，哎，剑圣一个人身先士卒啊，先忍不住有电球，这里哎哎，星火加上好，自爆继续冲，好，兽族这一波硬冲了啊，这里我们看一下施救的话没有散开来，打完这一波哇，自爆爆完，但是虽然这一坨石就没有散，但这边的龙鹰还是散，稍微操作有点不过来，那现在哎，小黑六级了啊，兽族还真的是打不下去，爆了将近一队的自爆，那对方三防啊，好，开始了，哎，爆一个自爆然后撞掉对方，还有六级大招是这么玩的是吧，把对方的自爆骗过来然后爆掉对方，啊，这里又爆你一个施救，剑圣过来找机会的话看看有没有残血的部队输出一波，打完这一波啊，双方人口降的都是有点多了， FKQ 49人口，对方34人口啊， FKQ 还有3700块钱的存款，存款是真的多，剑圣一直在找机会啊，但这两根塔的话太生猛了啊，再加上那么多南屋星火加上啊，有点打不动，兽族看一下分矿还有4600，这边分矿4500啊， FKQ 二发一个山丘了，二发山丘啊，稍微限制一下这个剑圣啊，这个剑圣太生猛了，施救三攻三防，哎，要开始去外面打架了吗？施救一轮输出，五级剑圣也是扛不住的，星火继续一加、啊、双方又开始互相你瞪我，我瞪你，兽族的话感觉不能主动进攻了啊，也开始憋自爆啊，双方又陷入新一轮的挂机当中，那之前兽族觉得我一直进攻好吃亏啊，接下来能不能轮到你进攻两下了啊， FKQ 的话是二发了一个山丘，应该是想进攻，剑圣过来在这边又进去是吧，你又赶紧进来啊，剑圣说我真的进来咯啊，人族说你来你继续来啊、山丘出来了，山丘出来之后可以锤一下剑圣，然后施救一轮输出，这个输出还是比较的炸裂啊，现在 FKQ 还是不动，
就让对方过来进攻。剑圣兽族这一波学聪明了啊，并没有自爆啊，并没有过来冲，冲了好几次，非常的吃亏啊。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FK 开始爆兵了，但是木头好缺啊，59人口爆兵了啊。他要出龙鹰，出了非常多的龙鹰，剑圣过来，老师过来想把对方给骗出来，但现在 FK 好终于开始爆兵了，他觉得兽族好像也学自己一个龟缩大法，不出来啊，确实没办法，搞不动对方。那接下来 FKK 要想办法去整一波对方了。哎，剑圣过来了，这里一个锤来一个沉默，不过对方幸好还是开出来这个疾风步啊，这要是没开出来可能就没了现在 FKK 保兵了对方压50人口了有点意思啊，对方压50人口，现在 FKK 保兵了，小黑得去外面公干呀，六级之后是吧，你这个看一下开始出女巫了，女巫隐个身，小黑就可以出外面去公干了。看一下兽族这一边，还在压50人口，刚才很亏，很早就突破了50，导致自己采矿效率有点低，存款也没有那么多现在重新开始存款，目前兽族的话1000块钱存款， FKQ 3000多。哎， FKQ 很聪明，破了人口我就不采矿了，因为你采矿的话采矿效率是吧，掉10你自己只能得6-7，就很亏了双方这一波都非常的细。这里剑圣一个锤一轮输出，小歪的话三级奶还是很舒服的。那这一波打完之后，我们看一下小黑开始去公干了隐身小黑有没有机会去偷对方的农民，偷个农民，但身上没有避难，有避难有避难，偷个农民避难一下，还是说想去偷一下对方的自爆，偷个自爆然后让自爆撞向对方是吧，一下一尸两命。剑圣又开始挂机了，等对方来进攻。小黑去外面逛了一波街，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况。过来看一下有什么好的道具采购一波。主要还是买个隐身吧，关键时刻到时候隐个身。过来一看，没有好的道具，继续过来去对方的分矿。兽族还是比较的牛逼分矿基本上也是裸矿，没有造什么塔。剑圣进去试探一下，有没有发现问题？对方小黑不在。小黑要不要偷个农民，偷个农民造基地，不过兽族实力不是太差如果你这样玩很可能自己的话会养猪失败被对方给咬。好，隐身龙鹰来了隐身龙鹰去侦查一下，看看对方自爆在哪里。剑圣开着疾风步既然还在侦查。这里的话现在轮到兽族这边藏空军了，刚才是 FKQ 藏这边龙鹰发现了，对方不对在这里呀，原来你是在这里呀。小黑能摸到对方吗？现在龙鹰可以提供一下视野。这里故意把对方给骗过来，网一下，这边可以避难回去。可以的，秀一波操作，然后偷一个对方的一个自爆，爆掉对方。FKQ 这一波有点秀龙鹰避难回家，刚好把对方骗过来。对方的话学会了，赶紧躲到这边去你碰不到我。接下来 FKQ 就要故技重施，又来一个隐身龙鹰，两个人真的是各种斗智斗勇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边小歪继续还在等。剑圣的话要回来处理一下这个小黑，小黑有点坏，找机会看一下隐身龙鹰继续来。刚才只要手速快，对方开始哈哈，你居然敢这样套路我！双方好像目前的话非常的什么友好剑圣来了，处理一下，没有卡住位置剑圣276的跳劈，小黑赶紧撤，哎呦，又一个296的跳劈，差点就没了。276这个输出五级剑圣有点生猛，小黑一个人还敢出去吗？太危险了再出去一不小心被对方给砍掉可能就没了。FKQ 现在这个矿呢还是没有去采，兽族马上要采完了。FKQ 还是聪明现在过了50人口就不采矿，采矿的话效率太低。这里龙鹰继续侦查，小黑要不要出来呢？小黑的话隐个身，星火隐个身继续出去，太危险了这五级剑圣输出很炸裂，难悟操作一下山丘继续一个锤，这里19一轮输出消耗一下剑圣一个状态，剑圣疾风步去看一眼，好像小黑又去外面公干了。好，这里故技重施这边网你一下，然后你自爆过来想爆，手速快直接避难回家，然后呢爆偷一个自爆去爆一下对方，这样的话双方耗下去要耗很多时间来了来了，小黑过来又可以龙鹰往一下对方你过来的话避难，
好，避难，然后再偷一个自爆。啊，爆以后就看对方能反应过来吗？哎，哇，谁爆谁呀、啊？哇，这个爆的很舒服啊，爆到了里面，有一个箭射伤害，再偷一个可能把对方一队都爆掉哦。这一波受阻，哎，预判失误。好 ，QQ， 哎，大部队过来要开始反攻了吗？啊，受阻开始爆人口了，受阻觉得自己存款存的差不多，也开始爆人口。小黑赶紧撤啊，剑圣消失了，赶紧单传回来，否则刚才剑圣又是几百个几两百的跳皮。啊，受阻开始挑衅了，来呀、啊、来呀、啊，是吧？有种别怂。对方开始喊了，好 ，FQQ， 嗯。隐身男巫，隐身男巫，看他想干什么坏事了啊！隐身男巫，隐身龙鹰，啊，这里的话想来一个围杀，哎，剑圣在旁边啊，啊，这里看看呀，来一个十字围杀，有没有围住？隐身男巫围杀一下，啊，这一波，哎，小歪他妈发现什么情况？我小歪为什么动不了啦？不过小歪身上有回城，哇、哦、哟，这一波很秀很秀啊！幸好及时锤了一下山丘，山丘的是及时变了一下山丘，山丘锤不出来。哇，这一波十字围杀，隐身围杀啊，导致对方用了一个 TP 啊。这里的话看一下，隐身龙鹰又来了啊，兽族开始腾人口了，把苦工给干掉，腾一些人口。这里看看 FQQ 要数一数啊，经典的什么数鸟暂停数鸟，这一局不用暂停，因为对方也没怎么动啊。这里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差一个，差一个啊，赶紧往，赶紧往，哇，隐身龙鹰。哎，两个自爆，爆一下，爆一下，两个爆一个，啊，很亏，啊，这里时间一到，哇，一对自爆全部处理掉了，这一波 ，FKK 玩的秀啊，好，对方开始爆人口了啊，一二，我的天哪，三加四七，兽然爆自爆，爆兵速度很快，但你的钱啊，存款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兽族发现这对方玩的太龟缩了，太贵了。开始不满意了，太龟了，你龟逼呀、啊！你有种出来跟我打是吧？又被 FQQ 套路了一番，兽族现在心情很不爽，很不爽。好，现在把小苦工给干掉，腾人口。小黑过来一看，哇，对方又爆了好几堆的自爆，哎，又偷一个，然后转过去，哎呦，兽族现在玩的头有点大了啊！这 FQQ 玩的太坏了。好，龙鹰，这成功完成任务啊，赶紧偷偷回家。小黑的话找机会和大部队会防一下啊，对方要开始硬冲了，硬冲了，剑圣忍不了了呀，这样斗智斗勇好像玩不过 FQQ 啊，这里大部队直接放弃分矿，放弃主矿，直接撤到了这个分矿，分矿的话现在啊80人口，还有4000的怪卷存款啊，哇，随时可以用。这一波 FQQ 胸有成竹啊，我把主矿给你拆，随便你拆是吧，刚才的话啊让你很难受啊，你自己找回点面子好吧。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兽族的话，自爆拆啊，又开始挑衅，来呀，这里又开始偷一个，然后自爆一下，自爆拆建筑，虽然说输出不是很高啊，但是生了个燃油，再加上数量很多，小黑啊，一个大招，偷蝙蝠，然后爆对方，一尸两命，然后撤退回家，有种你过来冲，我八十人口，八十人口，城防的话三城防，龙鹰十九也是三攻三防啊，我主矿扔给你。我分矿啊，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退啊！这一局 FQQ 真的是杀人诛心啊，非常非常的坏啊！看一下这边自爆又慢慢拆，拆完这一波，就看 FQQ 啊，又开始来了，又开始来了啊！就是搞心态，搞心态，大招骗你一个啊！这里看小歪手速能不能快一点，第一时间把这个变掉，一顿输出啊！这里偷一个啊，冲过去然后跑，哎，小歪这里妖术出来了。好，小黑看能不能把他剁掉，接着把四十字的跳劈找这里回头来一个沉默，然后跑，自己有鞋跑得还是快啊，小歪的话看前面去堵能不能堵住，这里山丘啊随时接一下自己的大哥，小歪小歪小歪妖术能不能变出来，好，变出来了，剑圣一顿输出，哎，剑圣出了一个进化啊，这边有个避难，小黑这一波有点危险啊，当然是成功撤退，兽族的话好把 FQQ 的主矿给拆完了，FQQ 主矿被拆，但分矿的话依然坚挺，生好了反应，你剑圣还不敢靠近，哇，生好了反应，山丘随时锤你啊，女巫随时隐身啊，这里分矿4000多块钱随便打，兽族的话分矿已经采完了，存款110，兽族的话已经把所有钱都花完了，只有43人口，兽族这一波山穷水尽啊 ，FQQ 又来了又来了，又搞心态。小黑隐个身过来一看，哎，好，哎，又来一个自爆，哦呦，
这里山丘隐身，好，随时接应自己大哥，剑圣开始疯狂的剁。山丘的话有避难是吧？哎，哇，这一局也可以给我疯狂疯狂搞心态。好，这里能不能搞一下山丘啊？女巫又来了一个隐身，哇，这一环扣一环，收足。现在心态有点崩啊，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每一次早点一死的机会啊，结果又是 FQ 的套路中的一环，搞不到对方。现在的话，你大部队硬拆也拆不了这些东西啊，况且对方还有80人口的大军在防守。好，现在开始双方啊，开始要对骂了啊。是男人吗？是男人你就出来跟我打一打是吧？看一下 FQQ 啊，好久还没有回复他。这一局 FQQ 玩的相当的舒服。啊，收足看一下，哎，啊，学聪明了，自爆不要放在一起，但是这样他一个大招一个大招，你两个自爆消失，虽然说你全部散开，但是至少还有两个，如果你不散开来，我还有个建设伤害更加危险。FQQ，哎，大招一好，又马上去搞一波，那对方的话最后只会剩两个光杆司令。FQQ 说：“我是个妞。”哎呀 ，FQQ， 对方的话啊，你是一个币，哎，大家别忘了啊，一键三连要投币啊。哇，你看兽族的话就觉得，哎，你是个币啊，要投币。嗯，看一下这一波的话，兽族确实心态彻底崩掉了，彻底崩了。FQQ 的话搞心态是真的有一手。好，上来的话找机会想砍一下山丘，山丘钻到里面去搞不动啊。上来龙吟师就一顿输出，哎呦，剑圣不会被秒的。啊，这里看一下小歪奶了一口，这里剑圣，哇，五级剑圣阵亡。山丘啊又撤退，哎，他就不跟你打，这里自爆往前冲。我就不跟你打，让塔全部来射，而且还女巫手动减速了一下对方的一个自爆，导致对方的自爆的话被他全部射掉。啊，兽族的话，哎，这里也是小歪成功到六级啊。啊，兽族直接不想跟你玩了啊，你就这个地图啊，其他地图我早就弄死你了。好，我们恭喜 FQQ。那这一局的话 ，FQQ 活生生啊把一个有文化魔兽打得好的呢啊，心态逐渐搞崩溃啊，逐渐搞崩溃啊。好，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